我们在香港的片场啊，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。海钓15，骑马50。大哥，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，向咱龙虎武师精神致敬。这动作一定有难度啊，赤兔 OK 吧 ？OK OK， 太 OK 了。喂，我们拍大电影啊！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他们很简单 ，action， jump， hospital。 你待会穿一下吧。现在拍电影之前都看卡通片，因为后期要做很多 CGI 合成的。什么？哎，石像，我跟赤兔世界摔。我是向请你来致敬的，我不是要你命。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。但赤兔不是龙虎武士啊。那就是。 大哥，跳下去最容易，抖下来难。龙虎武士，Never say no。哇，好痛啊！啊！大